哎，大家下午好，我们下午场现在要开始继续了。大家请马上就坐，我们开始下午的第一场分享。第一场分享是来自王心凌和史泽环，给大家分享 Service Service Mesh Based on Istio 和 Virtual Kubelet。欢迎王心凌和史泽环。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来自阿里云的王心凌。今天呢，我跟我的同事史泽环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个 topic， topic 的主题内容呢就是，service mesh based on Istio and virtual kubelet。那大家可能通过上午的一些学习呢，已经对 Istio 这个项目，对我们的 service mesh 应该非常熟悉，对于这个 service 的概念可能之前也听过，但是呢 ，service 的 service mesh 我相信应该是。不能说第一次，但至少是非常新的一个 topic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接下来时间能够去领略一下我们如何基于两个开源项目去构造一个 service 的形式的一个 service mesh。那我们就开始，那个东西，在这儿。回车吧。OK。那今天内容的话大概是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首先呢是我们对 service mesh 里面控制平面 control plane 它这一层面如何去做一个 service， 我们会去针对这个维度呢去看一下它是如何为什么要需要做这个 service， 以及是怎么去做一些 service。 那么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话就是从它的数据平面去看一下如何去支持这个 serverless。 那么当然在 data plane 这一块呢，上午其实大家 也听了很多这个内容就是它也分了两种形式一种是这种 sidecar 模式另外一种就是sidecarless 就是比如说基于上午讲到的 ambient mesh 如何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实现 serverless 一些能力。那最后一部分的话就是做一个总结我们去分享一下我们认为的服务网格技术下一步如何一些演进。首先这个图呢其实它本身的内容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对吧？因为这是五年之前嘛，对吧？五年之前其实就 Istio 1.0 出来之后就是这个架构上午有很多 speaker 已经讲过这个内容。我们之所以把这个图再次拎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是说我们在五年之前我们差不多在阿里云产品上面是以这种模式，就是以 add-on 的模式去上线了这个 Istio 功能。它是作为一个 add-on 跑的一个 K8S 集群里面，其实本身跑一个 demo 或者跑一个简单的应用来说它本身不会存在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这种模式 add-on 的模式呢其实是有它一定的局限性这我们差不多是在运行了一年多的时候已经有其实有数百个客户在使用这种模式跑它的业务生产，但当它运行了一年之后面临一些工作比较要升级，大家知道 A16 迭代很快，对吧？每三个月就发一个版本。那在那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那客户每次升级第一个问题就会过来，就是说敢不敢升级，在升级过程中是否有流量损失等等这一些问题。那其实作为一个云供应商它是服务了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云上的客户公共云上客户非常多，如果说我们有限的资源都去支持客户那肯定不现实。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什么呢，像一些挑战，比如说这个升级过程中用户呢如果是自己升级他没有去关注有太多一些底层所依赖的环境，比如说一个 Istio 它底层的 K8S 环境如果跟它不匹配有可能在升级过程中就会造成一些冲突导致可能就真的不可用会导致本来是用了 Istio 享受一些服务治理的功能结果被它搞挂了，对吧？这其实是在过去我们服务了很多客户的案例中真实遇到的。那为什么这个模式在服务客户的过程中或客户在使用中有问题呢？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说 Istio 在 1.5 50.6 之前，对吧？它本身其实组件还很多很复杂，那即使到了 1.6 之后它使用了这个新的架构之后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复杂度那客户为什么就是客户在用了它之后，刚才提到它是跟底层的 K8S 就是有一定的依赖，这个依赖其实让我们的用户自己去分析它依赖去解决问题其实并不是很现实那我们其实刚才提到就是说客户遇到这么多问题
对我们团队压力也很大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深究里面的根因啊，为什么会存在这些事情？那同时呢，想出一些解决方法去解决它。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控制面的组件，它对底层的 K8S 的这个版本是有很紧密的依赖的。按照社区的这个说法，应该是有每一个 ACU 版本大概是支持三个 K8S 的版本的一个跨度。那除了这个三个版本之外的其他版本其实不保证的，对吧？但是呢，它而且 ACU 发展刚才讲发展那个迭代特别快啊。那我们的客户要求是什么状况呢？一个 K8S 跑运行中，他期望我们的 POD， 有个客户啊，有几个客户是这样提，我的 POD 我不希望有任何的重启，我希望一年之内都不要滚动，都不要重启，这是我们真实的客户存在的一个现状啊。他不是 K8S 云原生就随意可以重启 POD， 这不是这样的啊，他并不希望去这个随意去重启这些应用啊。那特别你会看到在这个图里面，这个 Mesh 的 Proxy 对吧，作为一个 Sidecar 跟业务的 Container 跑在一起，对吧？那这你想让它升级还是挺难的，对吧？然后呢，它本身又希望去使用 ACU 一些新的一些版本的功能，那这时候就遇到挑战啊，遇到一些挑战。即使它会找一个低峰区去升级，也会遇到一些事情啊，就刚才讲 add on 的方式呢，就会存在这些冲突。为了解决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刚才提到，就是说，既然控制面这些组件有这么多的依赖。那我们想到的解决方法很显然，就是说要把它解耦出来。那这个图会看到可能跟 add on 的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控制面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它并不是运行在一个跟你的这个 K8S 的机群跑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啊，它是独立于这个 你的 K8S 机群之外的一个组件。那这个组件的话，当然我们的云产品呢，就是说为了帮助用户这个降低门槛，就是能够更好去使用，我们把它托管起来了。就是说对于用户来说啊，它是一个开箱即用的一个东西，一个能力啊，它是这个东西你就像云上一个独立的服务一样啊，它就是一个云上的独立服务。刚才提到它跟你的 K8S 机群并不是运行在一起，那所以它的这个版本依赖呢就会解耦开来，对吧？它就不依赖于你的 K8S 版本了。上面那一块呢就是Mining 的 control plane， 就是说跑在云侧的一个组件，啊，它跟你的 K8S 是独立的，就是你的 K8S 升级不太会影响整个这个环境，当然上面 control plane 这些组件升级也不会去影响你这个底下的这个 K8S 集群，啊，与此同时呢，当然它这个架构之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在上面这一块呢，有为这个ACU 这个 D 呢有独立的 API server， 就是有独立的 K8S API server， 也有独立的 ETCD 帮助它去做一些这个存储管理 ，CRDD 的一个存储管理。而且在这种模式下，大家可以看到，控制面独立出来之后啊，它的数据面其实就变成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形态啊，它无论是单集群还是多集群，它的形态是一样，对吧？就是会看到。在这个图里面，我是画了两个集群作为一个示例，它是能够就像添加一个虚拟机节点到一个 K8S 集群一样，对吧？我可以把这个数据面的 K8S 集群添加到这个托管的这个控制面里面去，啊，同时呢，你会看到我上面这个控制面的整个的它所依赖的 K8S 的集群的这个版本的生命周期管理，与它底下这些数据面的 K8S 的一些周期管理，我都是解耦的，啊，他们都是解耦的。这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架构之后，其实就会看到我对上面的 ACU 升级啊，就对用户来说就是一键就可以享用这个整个升级了啊。底下的 K8S 都是独立啊，可以去做。当然你会提到，比如说数据面如果 K8S 跨度也很大的话，是不是也会存在一些冲突啊？答案肯定是一定的。比如说你 K8S 的这个 API 对吧 ，API version 都发生改变。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当然，就是作为产品来说，啊，我们会通过控制面能够检测到你数据面的一些这个版本的状态啊，能够去适应的去下发一些不同的这个资源的一篇版本啊。所以会从总体来看，这种模式下，无论是从控制面到数据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适配。那有了这么一个模式之后，那还得回车 ，OK。那有了这么一个模式之后，其实就为我们在控制面做 service 就做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储备。
就是 serverless 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 serverless 肯定是说有更好的弹性，对吧？就是对于控制面来说，我既然跑在你那个托管侧，那我们希望做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无论你下面的一个数据面的集群有多少啊，就是我们的客户，无论是他这个有就是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客户在使用啊，无论他是想去使用多大规格的这个控制面啊，我们都有这种能力，在后台呢有一个 service 的那个方式啊，能够去自动的扩缩容啊，能够去更好的去支持这个控制面的组件的一些管理啊，包括当然对用户来说它是一个开箱即用啊，用户其实并不需要感觉到太多的后台是如何去这些复杂的管理能力啊。我们既然有了这个 service 的能力的话，就是我们会去利用一些弹性资源啊，能够对控制面的这些组件啊做到一个自动的扩缩容啊，能够根据用户数据面的一些比如说 pod 的规模啊，你的规模，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已经达到15000个 pod 啊，在他一个集群里面，那这时候呢他控制面所需要的资源可能就不一样了啊，它就跟一些小规模的环境不一样。这时候在后端的话，控制面就会做一些自动的一个扩容啊，能够去更好的去支持这个控制面的一些请求能力。那当然这里面的话，我们也是利用这个后台这个弹性资源能力啊，能够去很好的按照这个按需所用啊，用户根据用户的规模去做一些自动调整啊，同时呢也会在这个像的可用区啊，大家知道在单一的可用区其实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对吧？如果这个可用区存在一些这个故障问题，就会导致控制面不可用。那么我们也会充分利用这个调动能力，能够把这个控制面组件啊去维护在多个可用区里面啊等等。那里面也会为了提升整个这个启动速度啊，包括这个镜像的加速缓存等等啊，都能够这一系列手段啊，能够让我们在控制面啊去做好一个很好的 service 弹性能力啊，能来更好的支持这个控制面的一些管理。前面是控制面的一些 service 的背景啊，那么第二部分就讲一下在数据面啊，特别是 Santa Clara 我先讲 Santa Clara 模式下它是怎么去做一些 service。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我先引一下，因为我的题目里面其实讲的一个开源项目 ACG 大家很熟的就不讲了，还有一个项目叫What You Kubelet 啊，那这也是一个开源的项目啊，我们通常简称为叫 OVK。那这个项目的话，其实一看名字，大家对 Kubelet 对吧 ？K8S 世界里面对 Kubelet 应该是比较熟悉。那么那个 What You Kubelet 的话，顾名思义对吧？它是提供了一个你认为是一个虚拟的抽象层啊，它能够使用一个标准的 K8S 的 API 啊，能够对你这个对底下这个service content provider 的资源啊，能够去做一个标准的 K8S 方式的管理。啊，那在这图里会看到，就是我们常用的 K8S 可能跑的都是一个虚拟机的上面，对吧？就是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虚拟机。在 OVK 它对应的模式的话，就是说底下是一个service 一个资源池啊，它里边就是说对用户来说啊，可能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资源的一个环境啊。它对用户来说所使用的，在这种资源下启用的这个 pod 啊，它的使用方式是跟标准的 Kubelet 是保持一致的啊，那这是简单理解一下 VK 的一些这个方式啊，那我们会利用这个技术呢去做一些数据面的一个service 化的一个支持，右边这个图呢就是简单列了一下，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去更好的理解这个 VK 这个应用啊，就是列了两个这个方式，我相信所有的云厂商可能都差不多，两种方式，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混合的，就是 ECS 和这个弹性容器这个实例啊，这政策资源是混合使用，就是在你的一个 K8S 集群里面啊，既有这个虚拟机，也有这个 ECS 弹性资源，是混合在一起做一个弹性的一个场景啊，按不同的需求来启动不同类型的这个 pod 资源，这是一种常见的方式。那么上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完全是这种 ECS 的这个资源类型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集群都是一个 service 方式啊。它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用户就可以不需要去关联任何的节点啊，节点上这些扩缩容都是由底层的这个service content provider 来帮您去维护管理。那在这两种模式下呢，都可以去为用户提供一个弹性的一个这个容器啊。那么就是在刚才提到，就是在 Santa Clara 模式下怎么去做这个 service， 其实这里边还是挺有挑战的啊。就是说大家知道网关还是可以的，对吧？网关它是一个独立的 process。那我针对这个
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proxy 的一个 pod， 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去做这个的弹性管理，对吧？它是跟你的业务无关的啊。这种 pod 就是跟你普通的一个 pod 去做一个扩容是一样的。那 Santa Clara 的话，其实就挺难啊，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你 Santa Clara 的模式下，它是跟你的业务应用在一起啊，那而且还有一些这种别的一些约束。啊，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列了两个在这里过程中啊，需要解决的问题吧。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这个部署的一个策略啊，我们是这个部署策略是两种形式，比如说我们是期望优先去布到这个ECS 资源上面，还是必须部署在这个ECS 这个资源上面啊？这可能是说 Santa Clara 这个 process 呢，是需要跟你的业务应用来共同决定这种部署策略。啊，那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更复杂的一些那调度相关的问题啊，就是怎么能够既能满足你的业务容器的诉求，也能够让这个 Santa Clara 代理呢尽可能的去做具备一些 serverless 弹性的能力。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挑战，就是安全相关啊。大家知道就 ECS 这种那个类型的话，它是对安全性隔离性呢是有一定的要求啊。比如说它不能支持一些特权模式，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要求我们的 pod 呢就不能够去支持这个 privilege 这个能力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种方式下对 privilege 去做一些这个限制。还有一个组件呢，就是指这个用基于可观性数据用来展示网络拓扑的调用拓扑依赖关系的这么一个组件我们这儿称之为mesh topology 网格的一个拓扑。那么在这个组件里面的话就是虽然它是一个控制面的东西，我之所以列在这儿是原因是说，在过去我们没有 service 化之前呢，这个组件是跑在 KPS 用户的 KPS 集群里面的啊，作为一个 pod 独立存在啊，在右图里面左边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它是跑在一个用户的 VPC 里面啊，显然它是受限于它所在的 KPS 的一些环境影响，对吧？它不能做一个很好的弹性的能力，而且在多集群模式下它的受限场景也很多啊。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把它做一些 service 化的一个支持啊，在右边可以看到啊，首先呢这个组件呢我们也是把它独立出来啊，把它作为一个托管的一个模式啊，去独立运行这个mesh 的 topology 这个组件啊，在上面是一个独立的方式。同时的话就是说会看到在多集群模式下它具有更好的一些那个优势了啊，在每一个集群里面我有一个 Prometheus 的 agent 去采集数据，那同时呢我们会有一个聚合的一个模块，能够把每个集群的这个 Prometheus 数据呢聚合在一起啊，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数据采集的入口啊，然后指向这个我们的网格拓扑这个 pod 啊。这样的话在这种模式下会看到无论你集群规模是多大啊，或者是有多个这个集群啊，对于我们的网格拓扑来说，我们可以按照按需去弹出这些pod 的数量，来支持这个更大规模的这个那个网格拓扑的一些处理啊。这就会看到说，我们是把这个组件也是进行了一些 service 化的一些管理啊，使得它具有更好的一些弹性能力啊。理论上它是处在一个无限扩大的一个资源池里面。接下来一部分的话就是在讲，由我的同事会讲一下这个 Santa Clara 类似模式下如何去做 service 化的管理。OK， 大家好，我是史泽环。然后呢，接下来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数据平面啊，怎么样？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Sidecar-less 的数据平面啊，怎么样能做到 serverless 的serverless 化啊 ？OK， 我们先回顾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 ambient 模式下啊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通过这个回顾呢，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前提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去有这么一个去做 serverless 化的前提啊，在这种模式下呢我们是就是 ECU Ambient Mesh 呢把我们的代理从原来的和应用紧密的部署在一起的 sidecar 变成了4层跟7层的代理，然后他们呢都连接到这个控制平面
从控制平面呢获取到各自的信息啊，四层代理跟七层代理原来这个信息是在一起的啊，都是通过 XDS 发下去的，但现在呢他们就有啊各自的这个信息。那我们当这个流量转发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这个应用需要有这个七层的规则啊，我们的目标应用有七层的规则，这个时候我们就啊可以为它选择性的去布一个七层代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布了七层代理的话啊，流量就会从这个四层代理出来之后呢去找到这个七层代理，然后再从七层代理出来之后到目标服务所在的节点上面的四层代理，然后再转发到我们的目标服务去啊。然后基于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我们的四层代理跟七层代理拆分了之后呢，可以看到四层代理它是在节点上面的啊，这是一个节点级的，是一个 daemon set 布上去的这么一个服务啊。但是七层代理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自由啊，它是可以布在集群里面啊，也可以布在随意的任何一个节点上。那这样的一个架构啊，就给我们去做 serverless 化去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啊。OK， 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serverless 化呢？我们在布这个七层代理的时候啊，就是说是可以通过这个K8S 的这个 gateway CR 啊去触发啊，我们去声明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为某一个服务去声明一个七层代理。我们声明了这个七层代理之后呢，就会触发到我们一个waypoint proxy controller， 这个 controller 发现这个 CR 之后，会根据我们在里面声明的这些信息去把这个七层代理给布出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七层代理 serverless 化呢，其实会带来一些比较显著的优点啊。首先当这个代理跟工作负载解耦了之后啊，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理的这个升级啊，然后变配啊等等，这个完全独立开运行啊。其实我们之前在Sidecar 时代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有些客户会问我们说我加了你这个 Sidecar 之后啊，用了服务网格之后，这个资源我怎么计算呀？然后包括当我要这个想去扩容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 Sidecar 里面有的时候会跑一些七层的规则，包括安全上啊、路由上啊等等，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说 WASM 脚本啊或者 Lua 脚本，这都会使得在这部分处理上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啊，很多的性能开销。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对于这个 Sidecar 的这个扩容呢就会变得比较重要，比较也是客户比较希望知道的有什么好的方案。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完全独立开来之后呢，借助这个 serverless 化的能力呢，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就是用户就不用再那么有负担的去提前需要知道我要去用服务网格，那我要给这个七层代理要规划出来多少冗余的这个容量，对吧？那我通过 Sidecarless 模式就可以非常好的去这个非常方便的去对这个七层代理进行扩容啊。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去部署这个serverless 化的七层代理呢？我们其实有两种模式啊。第一种模式是可以看到我们左上角是一个服务网格的控制平面，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刚刚提到的这个 waypoint proxy controller， 对吧？然后当我们声明了一个这个gateway CR 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集群里面有一些集群里面它就是已经有部署这个 vnode，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 serverless 化的一个节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对于这种集群我们就可以让 waypoint proxy 去把这个七层代理下发到这种 vnode 上面。那这是第一种方式啊。其实这种方式是比较简单，但是对这个集群本身是有要求的需要你集群里面本身有这个能力。那对于没有这种vnode 的集群，我们想做 serverless 化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提供了一种叫做 managed waypoint pool 通过这个托管的这么一个池，我们可以把让这个 waypoint proxy 呢对于这种本身没有 vnode 的这种集群，我们可以把七层代理去布到一个专有的这个池里面通过布到这个专有的池里面呢，其实用户的负担就更轻松了就是说这个代理就他就完全不需要感知到这个代理的存在，以及这个代理怎么去运维怎么去变配之类的，他都可以非常轻松的去进行这个七层代理的运维和部署但是呢其实我们把这个七层代理布到这个 waypoint pool 里面之后可以看到其实他已经完全不在这个就是跟这个应用已经完全不在一个集群里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它其实也是要连到跟这个四层代理一样，要连到同样的一个这个控制平面去，才能获得到整个集群里面的配置的推送，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这个 Istio 是支持一个多集群模式的，对吧？但其实当我们把这个集成代理就是 Ambient 模式下，它其实对这个多集群模式的支持呢，其实是啊会有一点问题的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就是说这样，如果我们要把这个集成代理布到另一个集群里去，我们会面临一些什么挑战？OK， 当我们把这个集成代理，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路径哈，就是我们一个原 pod 发出来一个消息之后，经过 z tunnel， 也就是四层代理，然后到达七层代理，然后再发到目标的这个 pod， 这是我们期望的一个路径，对吧？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七层代理从这个集群里拿出来之后呢，这个路径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贴了一个这个四层代理的配置文件啊。其实在 ztunnel 的实现里面呢， ztunnel 会维护一个代理和工作的这个节点工作负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说左边的这个配置文件啊，它是一个 workload， 就是一个工作负载，一个目标 pod。 那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呢，我们就能看到它有一个 waypoint addresses， 这个 waypoint addresses 里面指的这个 IP， 其实就是说你要访问这个目标工作负载啊，那你要先去找到1000.17.0.153这个 waypoint， 先发给他，然后让这个 waypoint 再发给这个目标 pod。 但是我们一步到集群外面之后啊，这个时候你打开这个配置文件，你会发现这个里面这个地址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了呢？其实就是因为当前 Istio 的控制平面在处理这一部分逻辑的时候，其实是它是集群隔离开来的啊。当然除了这个问题，其实当前我们社区的这个 Ambient Mesh 其实对这个多集群的处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就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四层代理里面，它维护的这个工作负载跟服务之间的关系，它是通过一个叫做 VIP， 也就是说它记录的其实服务的信息并不是服务的名字，而是服务的 cluster IP。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两个集群下面有一个名字一样的服务，其实它是分不出来的，就是它是不会认为这两个服务是同一个服务的，也就是会这边会有这个四层代理里面呢会认为它是两个服务啊。但是我们现在重点来说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四层代理里面看不到另一个集群里的我们的 serverless 的这个七层代理怎么办啊 ？OK， 然后这边画了一个示意图啊，就是说我们简化来看啊。就是从我们先看右边的这个用户的集群啊，用户的集群里面呢，如果我们布了一个waypoint proxy 的话也就是这个 waypoint proxy 二啊，如果我们部署一个 waypoint proxy 的话，它会触发一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呢就会被控制平面的这个 controller 所看到啊，看到了之后呢，它就会去更新它记录的这个代理的这个 registry， 那这个 registry 更新之后呢，它就会触发一个重新计算啊，我就要开始通知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四层代理啊，你们需要更新信息了啊，要需要知道这个新起来的七层代理，那它是谁的代理啊，它的地址是什么等等的，这样它就会发下去。于是呢这个registry 的信息呢就会发给这个 ztunnel， 也就是我们的四层代理，它就感知到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对吧？但是这个东西的实现其实在控制面呢，其实它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对于多集群的实现哈，因为我们本身托管的这个waypoint 它其实是在另外一个集群里的，它是和这个用户的这个 ztunnel 不在一个集群里，那它每一个 controller 里面自己独立的一套这个 event loop 这个事件循环呢，它其实是发现不了这个它其实是发现不了这个里面的它是发现不了这个托管的这个 waypoint 的。所以说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让它把这个事件触发到能去塞到那个 controller 里面去，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哎，那我就直接塞进去不就好了嘛，对吧？但是从实现上来讲，这个地方会有些问题啊。我们可能会想到，比如说我直接去塞，但是直接去塞，因为它这个地方两个是独立的，它是有独立的锁的，所以如果你直接去操作的话，两边都加锁，就可能会造成死锁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采用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个这个用一个单独的一个 CRD 啊，然后在这边的触发了之后呢，我们会往另一个集群里面塞一个 CRD， 然后再让那边的 controller 呢在 watch 这个正常的 pod 的同时也去看这个 CRD， 这个 CRD 里包含的信息啊其实跟一个 pod 的信息它是都有的，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正常的走旁边那个就是旁边集群的啊，就是那个 K8S 集群的那个 controller 的整个事件循环，是不打破它整个的一个事件循环的这个通路的。
它可以完全就像处理自己集群起来一个 pod 一样去处理这个事件，然后完成下发。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对最后一页呢就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就是这一页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认为的这个 service mesh这个技术下一步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说我们认为啊，就是将来这个 service mesh 一定会有一个统一的 service mesh 的控制面啊，它有一个统一的 API 与下面不同的异构的啊多样的这个数据面啊进行一个整合。那么在下面这个数据面这个平台里面会看到，我是按照其实有这么三种模式啊，一个是 sidecar policy 啊，刚刚提到，这现在是在最成熟的一种方式。那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讲 waypoint policy， 对吧？那么未来的话，我们认为可能一定会出现一个叫 remote policy 啊 ，sidecar waypoint remote 由近及远，对吧？就是以跟这个 application 之间的距离来看的话，是越来越远，对吧？有 sidecar waypoint 远一点，然后呢，将来一定有一个 remote 的形式的 process， 那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service 化的这个形态下，这个 process 可能就是一个 remote 被管理托管的一种形态存在啊。这就是我们就是前面两种这种形态，我们的产品里面也是在提供这些能力，也有一些客户在试用啊，尤其在 waypoint 这种 process。那么第三种方式，我相信也是在未来的不久吧，一定会这个由客户去使用这种方式，能得到啊它的一些好处啊。这是我们认为的这个 service mesh 下一步的一些发展。好，那我的内容就到这儿。好，谢谢大家。